地址亚视美隆，张文慈未能加盟无线。张文慈、孙慧雪等人日前就出席电影首映礼，适逢当日是教友张柏芝仔仔 Lucas 的生日 ，Pinky 透露已经准备了圣经故事书作为礼物。而谈到柏芝被女传友新欢 ，Pinky 就表示不知情。诶，佢即系恋情嘅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你相信佢有个伴啊？因为一个女人要两个。佢两个，佢有两个伴陪住佢喎，而家。佢嘅小爱人嚟嘅喎，咁佢都要人哋 take care 佢噶。我觉得暂时而家都我唔敢讲啊，但系我就系觉得而家都好开心啊，系啊。而谈到被指因为亚视未隆而未能加盟无线一事，Pinky坦言双方已经冇再接触。咁你有冇因为呢件事而唔开心啊？都唔会嘅，做演员好平常咯，吓。好的原因，或者之后做好一点，平常心又不需要的。